恭喜你是采茶小姑娘。采茶的姑娘。真的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有一只大的蚱蜢，它长什么样子？这是，但上面有只虫，这是什么？哎呀呀呀！你会怕、哦？我会怕。真的假的，王大陆？哎呀，跑掉了。我宝宝不怕这种东西。我们之前上一个节目，我崇拜菜菜开始，就是因为他抓了一只蜘蛛。第一期见面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徒手抓就是卫生纸，请他走。你还是有弱点哈。他可多弱点了。我弱点可多的了。他最大的弱点就是我。